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精灵旭啊。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，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、Xbox 平台以及 PS4 等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，名字叫做《双子星圣器灵人》啊。这是一款以轻板动作与丰富剧情结合为特色的 2D 角色扮演游戏。叛逆的双胞胎为了拯救养父而踏上了探索两个世界的旅途，玩家可以自由搭配数百种装备，让主角们能够在战斗中从容应对成群结队的好战哥布林啊。游戏支持本地多人游戏啊，未来还将开放远程同玩功能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。这个游戏还首发加入了微软的 SGP 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，反正不要钱对吧。难度我们还是选择简单难度啊，这个有难度选择的我都是一律选择简单难度啊，不想为难自己对吧。还有那些找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人，詹，对，他这个中文翻译现在有一个缺字的问题啊，他这里其实是詹妮啊、特里斯坦，是两个人，就是两个主角的名字，一个叫詹妮，一个叫特里斯坦。然后开发商说这个中文的问题会很快的这个制作补丁来修复啊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。我不应该把你们扯进来，这两个主角是两个孤儿啊，他们被一个教授给收养了，然后后来有一天这个教授突然消失了，然后他们就要去寻找这个教授，结果不小心打开了一个传送门，传送到了哥布林的世界。这游戏的画风真的蛮好看的，孩子们快逃吧，德沃本哥来了，拦住他。哇、哦、好帅哦，我们必须得走。哇、哦、少侠好身手，鲍德温叔叔，我已经说过100遍了。特里斯坦，我们怎么样同时控制两个人啊，总要有人承担责任吧。篇章一尾声可还行，你一上来给我来个尾声，我怎么攻击啊？ LB 哦， LB 可以切换人是吧，可以。在单人玩家模式时，在副本移动时只能操作一位角色啊。 OK， LB 切换，随时都可以用切换来切换角色。由于可以使用两个角色，所以你要明智的装备道具。 OK， 好，它是支持这个本地双人操作的啊。我怎么攻击啊？ X 键普通攻击，好好干掉一个。 OK， X 键蓄力，哇，好，我们来切换一下试试啊，两个角色的这个蓄力攻击是不一样的啊。哎呦，怎么闪避啊？好，给我去死的。好嘞，到，大家都没事吗？城镇好像空无一人，沃尔登市长一定让大家都躲避了，希望如此吧。继续往前走啊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没有哦，有这个 2B 键是闪避啊。我原本不想伤害你的，事到如今我也没办法。放下你的武器，你还不投降吗？我们宁死不屈可还行，笑了。我们活在石头上又死在石头上，那你们就去死吧。 LT 是盾牌啊， OK， 举起盾牌也可以移动，盾牌只让你不受前方敌人，但是后哦 LT。哎呦，我操！哇！给我去死！好嘞，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，他们为石头而死去了。这还在不停的涌过来啊！哎呦，我发现他第一下攻击可快了。
臂剑抓住，哦，还可以丢是吧？你这是热血那个，哎呦，没防御住。靠，脸上被他打了好几下，我靠 ！Go go go！ 若想回避攻击，就使用 2B 翻滚，翻滚时会消耗持久力。OK， 你将慢慢恢复持久力，小心要不要上气不接下气。这个翻滚不要随便用啊！哎呦，这什么啊？这么巨大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好，翻滚一下。哎呦，我操！好，没抓到我。OK， 干掉他。有点紧张啊，怎么下雨还会有异味儿？糟糕极了，我就是讨厌洞穴巨人。OK， 你什么都讨厌，我也有喜欢的事，比如我比你聪明之类的。OK， 可以啊，继续往前走。这应该是教程啊，所以我们的血都没掉。钻孔机在哪里啊？这游戏的画风真的很好看啊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太猛了吧！就让他做个废物吧。这游戏动画做的好好哦。哎呦，我们的感觉都来不及防御啊！这个频率，我操！闪一闪，哎，闪不开的嘛！哇，你这个，哦，可以一边挥盾一边打。哎呦，不行！好，格挡一下。OK， 请格挡攻击，解锁了一个成就。哎呦，他这个格挡有时候挺难格了。啊，哎呦，没格挡上是吧？这家伙感觉完全没有受伤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要回弹他的炸弹？完了，我们的弟弟，这咋了？这是？该死！哇，我们得切换弟弟来打是不是？可恶，后边也来敌人了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打哟？我们可以跑吧，不要忘记我，你的双胞胎在你身边。这我们打人家完全不掉血呀，几周前那今天你要做什么？你就别刨根问底了。但是我太无聊了，那不干我事儿。但是我无聊啊，你今天想做什么？感觉这个翻译有点机翻了。战特里斯坦，你们能进来一下吗 ？OK， 教授是他们的养父啊。崭新的一天，我怎么下去啊？我按 A 键就可以开门。他们家里感觉还蛮好的，这是什么床？是不是可以在这睡觉呀？这里这是特里斯坦的床，每天都在收集运动鞋，可还行？这俩人过分了啊！又一次余震，地震不断啊！谁让我这么无聊呢？这是上帝惩罚你的。也许世界在打嗝，你有没有想过这？战特里斯坦，你们又爬到屋顶上去了。不管是什么，那都不关我事儿。我们去看看教授想要什么吧。哦，教授在哪儿呢？这是哪儿啊？你看，这是教授的卧室啊。没有，那里全都是我不想发现的东西，可还行。笑了，教授的卧室里能藏着啥呀？真的是。
教授人嘞？哦，应该是在这儿办公室。教授，你找我们干嘛？你们今天怎么没有上学呢？今天是星期六呀。哎，今天是星期四是吗？所以我们没有上学。哎，这个詹妮怎么撒谎，张口就撒谎啊？教授都连饭都忘记吃了啊！你们可以叫我爸爸。你不是真正的爸爸，所以，哎，这教授就是养父啊。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？叫我们干嘛呢？我们需要一点资金，最近地震频发，得把日程提前一下，我们要尽快打好基础。我在城镇的当铺已经联络过了，我把硬纸盒放在车库里了，你们能不能把它交给当铺呢？ OK， 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啊，去车库里拿一下硬纸壳。不要吃垃圾食品，嘿嘿，这两个小孩对这个教授也蛮好的啊。车库我们应该怎么走？哦，这儿是不是还可以开车啊？这游戏里边这什么硬纸箱是吧？来吧，拿着吧。这不会像我想象的那么糟啊！该叫就叫呀，为什么不叫呢？对不对？人家不就是你的养父吗？哎，教授是研究神秘学的。两个人都没有看过教授写的书，哈哈。平凡的硬纸盒 ，OK。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都能在城里的当铺里去卖 ，OK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史前遗物，可还行 ？OK。这游戏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动作游戏啊，它是其实是一个动作角色 RPG 游戏啊。还有其他的剧情啊，还有什么这些城镇设施什么的这些道具哦，可以坐巴士哦，有点可爱的哦。喂，是那些疯子，我听说他们逃课。哎呦，看来这两个兄妹俩名声不太好啊，被学校开除了，打了校长，完了。关于他们从来没听过一句好话，可还行。哎，Young Souls 双子星盛气凌人啊，这游戏叫做游戏这个首发进了 SCP 啊，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去玩啊，反正免费的对不对，不玩白不玩。你们两个怎么没有上学呢？叔叔你呢？嘿嘿，这是市长啊，我的妈。好，到了试听了，叔叔赶紧下车吧，卖掉这个垃圾回宅邸。 OK， 我们去找一下当铺啊。当铺在哪儿啊？这里是运动鞋店，是不是可以在这儿买装备？之后 ，Happy Feet， 这是警察局 Police， 跑到井里可还行？当铺在哪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书店哦。好吧，书已经落伍了。哎，好像应该是往前走是吧？我们是不是走反了？往前走走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口井在这里的时间比城市的历史还长。好吧，那这个井是谁建的呢？ Happy Feet。 哦，那个上面写着啊，什么 Solid Sneaker。 哦，这个啊，这个不是，还得往前走。当铺怎么这么远啊？而且什么当铺会喜欢？哦，应该是这个Given and go， 来吧，把它卖掉。你们是来卖垃圾的吗？还是为了看我？哎，肯定是为了卖垃圾，对吧？销售，然后把这个纸箱卖了，40块钱。好，教授让我拿点别的东西，
虽然教授拥有很多东西，但那些都没有商品价值。一共40美元啊，但这些都是废物，我不能卖这种东西，但我想教授会再买回去。40美元还挺多的，其实40美元200多。给你40美元吧，行吧。没办法哈，这些破烂也只值40块钱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一家人，我把你们的摩托车放在前面哦，可以骑摩托车了呀，可以。教授这么好。青少年在发育时期想要不受压迫，要感到自由，笑死，矫情的青少年是吧？哦，我们的摩托车，搭乘摩托车到城市商业区，也可以回到宅邸。长按 B 键可以呼叫摩托车。我们往哪儿走啊？到家了是吧 ？OK， 请我们来寻找教授。哎，家里怎么灯都没亮啊？完了，教授是不是被抓了？教授，哎呦，家里一片狼藉，不行。教授，我们得找找教授啊！教授去哪儿了？哦呦，完了，教授不见了。地下室的门开着，我们去看一下，他被抓到地下室去了啊？要进去看看吗？哦，地下室里边是啥？有一个门是吧？是什么？通往异世界的大门，这是个电梯啊！来吧，让我们下去，发现新的世界吧。他们的脚下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地下城市哦？疯了吧？别挡路啊，弟弟！这是什么啊？感觉像一个地下遗迹一样。哇哦！这不就是个传送门吗？先换一下弟弟。哇塞，这是刀吗？哇，两个人拿到了自己的武器是吧？酷哦，来吧，如果穿越这个疯狂的传送门后杀了我们怎么办？哈哈，你们俩胆子真大。一，哎，冲吧，就别倒数了。哦，哇哦，我们好像在和现实世界不同的地方，这是哪里啊？感觉像是来到了文艺复兴的庆典。如果教授在这里，我希望他平安无事。哦，那边有具尸体。哎，这哥布林的尸体啊！你见过紫色皮肤的人吗？没见过，哈哈，生来就是紫色皮肤。哇，敌人来了，这什么怪物啊？这怪物胸好大呀。哦，鲍德温，日晒族，闭嘴。哦，他们叫人类叫日晒族是吗？从顶端来的皮肤晒了太阳，你们是从地上来的人吧？你们这些家伙不要碰这些孩子。哦，这个人是鲍德温是吧？卡昆，你怎么能执行他的命令？要全部烧掉吗？那些房子是充满回忆的地方。唉，他们的命运与石头同在。
逃掉，别胡说八道了，让我们来吧，上。为了石头，我要活捉这个哥本，把他带到德沃本哥本旁身边吧。杀了我们，想得美吧，看我来干掉你们。哎呦，躲一躲啊。好，干掉他。哎呦，好，格挡一下 ，OK。哦，好，顺利过关。卡昆他在哪里？刚刚那个紫色的壮丁叫做卡昆是吧？教授是一个现实的人啊，那同时他还是个梦想家。那我们要干嘛呢？我看你不像教授那么实际，他从来不喜欢像任务这样的单词。沿着村子外面的东侧路走，就能看到一座石岩上的建筑，那里是他们的书库。OK。但是档案是有一个文件啊，如果能带那个就好了，那是一个绿色文件，叫月门的秘密。OK。那我们去找吧，如果想正确的使用那关口就需要那个文件。好。给我们什么？哦，给了我们一个移动符文，可以干嘛呀？哦，它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给传送过来哈，可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先去拿文件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卡，哦，可以回血。哦，这都是回血的。去往前走，去拿那个什么文件。这里有没有太阳？笑了。一些紫色家伙想害教授吗？哥布林啊，这个翻译是有点问题啊。还好倒下他们了，是什么鬼？明显就是还好干掉他们了，对吧？哦，完了，他们已经是不是快要来了？两个地上人来到了这里，他们虽小但坚强，他们似乎要找到教授。鲍德温呢？他和地上人一起走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啊？鲍德温是一个危险人物。我可以请求戴卡和丁克义的帮助吗？好吧。这些人是要干嘛呀？哇，这个教授在这惨叫，他们已经把教授给抓起来了是吧？你们是无法理解，无法，求你了，不要饿我的胳膊。完了，他们把教授的胳膊给卸了。可怜的教授，坚持住好吗？走进知识的海洋可还行。好，应该就是这个是吧？哥布林图书馆，它这个游戏其实玩法也是那种清关啊，关口是通往哥布林世界的入口。OK。哇哦，我们使用了这个移动符文啊，进入区域。上面感觉两个人一起联机玩应该要好打很多。一个人打有点难，这人是谁啊？像魔法师一样的，要找中央档案室，然后我会摧毁一切。哎，快走吧！哦，好，干掉他们。但是我们现在攻击方式很少啊。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普攻，其他技能应该都还没有解锁。
蓄力，好，蓄力斩，哎呦，没砍到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格挡，抓住他，丢出去，好，哎，干掉了 ，Go。哎呦，这怎么还有飞行系啊？哦，就要趁他晕的那一下去打。好，又获得了一个成就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哎，把这个给砸了，继续往前。你可以抓住一些道具来对付敌人，通过攻击键可以投掷抓取。OK。哦，哦，可以啊。来吧你。哎，小样。可以投掷武器，好，干掉。这个书应该拿不动吧？好，好，挡一下，好，哎。好，格挡一下。他晕的时候好像是可以抱起来啊。好，干掉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就是打的那一下，但是有时候反应不过来。哎呦，完了。哎呦，好，把他们都给干掉了。哇，好多钱啊，我们收集一下。哎，这钱还必须要自己收集啊，我以为会吸过来呢。回点血，看来我这个简单难度还是比较简单的。看一下前面还有啥。哦，哎呦，感觉要有大战了，秘密当。这什么地方啊？不知道怎么样啊，这地方。哦，我还以为要有 boss 出来了，吓我一跳。哦呦，好像真的是，这个应该是 boss 吧？代卡，召唤兽没有阻止我们，哈哈哈。哇，我的黑暗艺术远比那种单词更深啊。 OK， 这是个魔法师啊，各种召唤人。我是一个被遗忘艺术的强大专家，丁克义，给我那个文件，要不然我们就干掉你啊，好吧。好，哇，好，挡一下，好，哎呦，
这个这家伙挺难打，哎，可以把它卡在这儿是吧？哎呦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小怪了。去死！好嘞！哎呦，我操！好，挡一下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！他释放法术之后，他会有一段时间硬直啊，我们只能趁这个硬直的时间来打他，其他时间不太好打，回个血。又要出来小怪了，可以空中打，哎呦，哇，好，格挡一下，哎呦，他又不见了，再回个血，好，可以给他格挡回去啊。哎呦，这个大球，这个大球关不掉的嘛！操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大球好像打不掉。我操我操！回个血，没血了。我们要小心一下那个球。哎呦我操！好，干掉他了。哇，不容易啊！把那个书交给我们吧。哎呦，怎么又来敌人了？哎呦，哦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传送了？Yes， 太好了，还是弟弟聪明啊，先把东西给偷了。哦，传送到哪儿了？回家了吗？鲍德温，我打败了好多家伙。丁克义，幻想魔法的决定者，人家可不蠢啊。哥本看起来很傻，其实很危险，好吧，这两个小孩不知道有多危险啊。我叫鲍德温，是前理事会成员，我帮你们的父亲执行外交任务。 OK， 他想跟我们种族建立友谊啊，最近还想说服德沃本哥本停止侵略地上啊，他们会压迫教授啊，然后他会因为对石头的犯罪而被处死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如果没有移动符文，他们也无法使用月之门。首先用教授的装备让我来编辑文件。OK， 好，似乎与月亮的相位有关，得等到明天晚上才能动啊。好，目标已经更新啊，去睡觉。那我们睡觉呗，睡吧。睡觉的时候可以累积在副本获得的经验值，若累积一定经验值就可以升级。有持续增加力量、抵抗、持久力的三种能力。力量将影响对敌人造成的伤害，抵抗将影响生命值，持久力可以进行更多动作，获得能力哦，可以，还可以训练啊。我升级了。可以，获得了健身第一代币，可以去这个城市里的健身房锻炼啊。就是因为丁克义他带士兵回来花了太长时间，都怪那个丁克义是吧？
笑死两，又内讧了。那些地上人带着文件逃走了，对，移动符文 ，OK。但我们的重点不是鲍德温或区区几个地上人，施工进展如何？几周之内就会结束。这个卡昆感觉很愤怒啊。信条，继续同那些教授和鲍德温关系密切的人获取情报。这应该是地下的几个中层干部吧。这大王感觉头疼啊，无头。篇章四，秘密之城。那我们今天干嘛呢？啊，我想他能够照顾好自己，怎么可能去世呢？可以去城里那个啊。哦，可以去这个城里逛一逛，但是要先去找一下那个紫色的哥布林。这里下不去的，这个姐姐老是挡我的路，你怎么回事？也许有办法救教授。那里有和教授一起工作的几个哥本。哦，这个城市里居然还有哥布林。好吧，教授跟市长都做了谈判。他们被困在哥本石头监狱里。OK， 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到哥本要塞，也可以到关押教授的深堡。啊，你们要从一个关口到另一个关口，而且这个路程会很危险。所以他实际上是个肉鸽吗？还是怎么着？那我们去逛一逛，天黑才可以啊。要先去见一下市长鲍德温。OK， 哎，得去找市长，骑上我们的小摩托、小电驴，对吧？哈哈，笑死了。直接就能到市政厅是吧？哦，走过了。OK 啊，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，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。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《双子星圣器灵人》啊。然后游戏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 Steam 平台、Xbox 平台以及 PS4 的平台啊，并且首发加入了微软的 SGP 服务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下哦。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呢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